哎，你说啊，这南方就是比咱北方强多了啊！满眼到哪都是绿的，不像咱们那儿全是石头山，那到这心情都不一样。那对，最好在这儿再碰个高老庄啊，娶个媳妇儿，那心情就更不一样了。说什么呢？行。 报告团长，前面有情况，发现鬼子关卡。关卡？是。小五，带着侦察排跟我走。是。哎，团长，我跟小五去就行，不用你去。行，那你们两个去，记住了啊，千万别来硬的，摸摸情况就回来。是。侦察排，跟我走。嗯。 告诉大家，原地休息。啊，原地休息。差不多一个班的兵力，咱悄悄摸上去，应该能干掉了。 等一下，咱们看看情况再说。小五，这附近很有可能有大批的鬼子，咱不能贸然行动。 这是啥？哟，罐头！可不，开洋荤了还！来，弟兄们，赶紧吃，不吃八不吃！哎，说啊，说，团长，说。 老板，你啊，赶紧吃两口，浑身是病，一会儿门口盯着点啊！嗯，不是，老大，咱不知道。嗯，不是，老大，嗯，这样啊，老大，嗯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嗯，要不咱们团长说一声吧，省得着急呀。着什么急？吃完再说吧。那咱得不吃不死是吗？啊，要给他们留下。对呀，给别的兄弟留点不就行了吗？那不你说去吧，团长。好吧，我们带着小李去。哎。 你等会儿傻呀！我已经给兄弟们都留好了，那不就得了？赶紧吃吧！赶紧吃！哎，团长，嗯，咱啥时候开饭呢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哎，这前面的情况没摸清楚呢。如果咱们现在开口做饭的话，可能会把小鬼子给引过来，再等等他们吧。 这半天都没动静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觉得应该不会，没听到枪声啊。
如果出事的话，肯定会有枪声。哎，要不你带几个弟兄上去看看。啊，李班长，带狗子，小心眼儿。哎，你来了，他在里面吃东西，小鬼子满足嘴瓢了。在哪儿呢？在那里面，快去！走，跟我走。哎，全都为了等着你们的饿肚子，你们倒好，吃的挺欢的，给你们都留好了。快来啊，老张！别看你这还不饿，你要饿还有功夫在这说话呀？都别吃了。别别别！别别别！都有都有，来来来！你呀，去告诉团长，说这里面安全，让他们赶紧过来。是。哎呀，你别吃了你！职业军，这是昨天刀无山的详细战报，你看一看。大武山的新四军，这已经是第三次对我们发起进攻了。据我们的碉堡守护人员反映，这次来的人数比前两次要少得多了。虽然打得很凶猛，但是武器装备不行，最终还是败在了我们手下。要再困住他们几个月，然后我们再驱动兵力围剿，定会将他们彻底消灭。咱几个往这一戳，跟小鬼子的活靶子似的。一会儿啊，只要你别说话，应该没事。坏了，呦，肚子疼。你这肚子疼的真实。跟你说了，刚才别吃那么快，吃那么多。现在有水给我憋着。哎呦，我估计这太久没见荤腥了，冷不丁一吃油水大的，这肚子真受不了。小弟，啊，行啊，啥时候会鬼子祈雨了？你忘了，乔小红教过。坏了坏了，回来了，怎么三身冒牌的？那鬼子一说话不就露馅了吗？赶紧撤吧。撤什么呀？这会儿撤咱容易暴露的，你别一会儿紧张屎拉裤子里，憋住了。咱们穿的这个鬼子衣服，应该没事，见机行事。你们辛苦了，能不能给我打点水来？我实在太渴了，拜托了。嗨，你们都小心点啊！同志们，一会儿都给我机灵点啊，见机行事。是是是。
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。嗨。谢谢。太感谢了。再见。科长，关卡已经解决了。好，结了。告诉那家伙出发。是，集合，出发。